一个合作团队吼，伊吼即种健康专科的，哦，你若知讲伫咱咧这大病院内底，这医生吼，无论伊的专业，无论伊的技巧，也是讲伊咧看这件事，哎，真正拢是做好。你若看阮咱马院长吼，真正这台台吼，咱台湾吼最厉害，啊，你看杨杨国荣，然后伊有这个特殊专业，我是讲，哎呀，恁总顾问来啊吼，哎，要掌声欢迎咱总顾问。所以非常非常的欢喜啦吼！你看咧，中国平安这个冠军的地多星啊吼，来跟这个所在，啊对了，咱吼提供上盖好一个冠军参观怀吼，啊赶快吼，哇，感到极其呢，哇，咱真正推动的这项目吼，真正咧，馆长的所选了咱馆长团队共同努力，你看吼，哦，今麦滴，这个、医疗的保护，我嘛大家报告，唔是干那安尼尔。其实咱话听推动真济，以医疗改善的部分，包含你敢知影？咱的馆长甲咱的台台病院以及咱的心态，真用心，伫咱的国小，因为较等下嘛要去咱的草岭国小，因遐有二十几个囡仔，国家上因的幼稚园才将近三十个，哦，草岭国小迄个所在，伊去了，除了甲咱草岭迄个所在的乡亲看门诊以外，换去替咱这个草岭国小囡仔。做健康检查，为什么做健康检查？了解咱囡仔的身高，你看你身高体重，这目睭检查这些，不是干的尔。哦，包含咱去量伊的心电图，另外伊啊那伊的上肢，去了解伊的迄呼吸系统。哦，伊的筋骨在起来。哦，啊个那在运动，在心率电图拢有呢。啊个手指发育，真的有呢。哦，安尼吼一个人，那安尼去检查安尼。那我所知影，这样子是蛮多。啊，唔知影我知影，我感谢周主任、马院长，诶，因阮定山国小已经伫这个二七时，我有甲伊合作。哦，我大概六百几个人去检查，你唔知道？哦，迄个男最用心做囝啦，但是为着配合咱个囡仔更加健康，为着配合囡仔，不管咱个是大人，咱家庭了解咱个囡仔的成长过程，咱要注意个反弹，所以咱要配合起来，为你做出来是检查。诶，这个呐，对咱是。是讲咱讲较电话，咱心中有一个问题，马上了解。第二呾时阵，会使了解的时阵，咱就会进来来合作做治疗。这个时候，咱做专业的一个医生，有法度跟咱的好好的配合，真正特别感谢咱的台湾马院长，帮咱的周主任提供这样好一个医疗资源。啊，不是干安尼尔的，我大家做一个报告，咱的决定嘛真大心哦。大心啊！就讲第一。草岭迄个所在的真侪人，因为咱透过咱的即马目前，大陆有真侪咱的观光人潮，有足侪人去草岭佚佗。你若知影，草岭迄个所在有无？伫即个秋天，春天的时阵，你去看啥？去看啥？看樱花对无？对无？去青山的看，去啉咖啡，我去迄个竹畔竹创森林迄个所在。
我爬遐吼，去有诶人叫遐遐七步，哎，真正足好呢。我囡仔时阵哦，我阁会记我国小毕业诶前一天，毕业课前一天，我著去操练去爬草皮上阵，你知影？哇，那个去到迄个所在，啊，刚去到迄个所在时阵，我就了解讲，哇，操练是偌年岁，佫峭壁雄风啊，了万年香火。哎，我即马这几个观众，今年努力甲改善了，操练这关公人条愈来愈侪，啊，关公人条愈来愈侪是，你看你偏快，哇，这离咱的话，这天边海角刚发出，咱真侪咱新国平啊，向我面前发生。所以我们的台三病跟新台病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有那个假日跟平常时的急诊医疗的急救站哦，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机会创业村里面因为我们说那个所在哦，很完整呢，有专业的医生住在那里哇，啊，有什么问题就马上会跟做一个解决，所以不是只有服务我们创业地区我们的所有的政府朋友。长期照顾有啊，我你先讲啦，如果有啊，如果吼，咱无法度吼，爱需要照顾时，你看我的长照科就开大上大大，啊，你看还得要赶去打疫苗时，十月初开始啊，对不？哇，还去做流感对不？嘿，你记得，这个要钱，迄个时爱注意，啊，第几阶段去做，该做就咱去做。哦，这你平常时哦，该预防的时候，咱就要去注意，讲咱家己的辛苦，咱家己的身体的不平衡，咱都要注意者。哦，所以就真侪，尤其即摆在寒天，愈来愈这个侪啊，啊，过来过要紧。这行动医疗真正还在够侪，上面新冠肺炎。共同来努力，把咱每一个咱的生命是健康的，把咱的生活生活是快乐的，上加重要。咱的馆长马来干现场，顺便来欢迎欢迎馆长来到咱的现场。哦，所以啊，大家做一个做做就讲，哎，咱今天真欢喜，咱所有就咱整个医疗专车，我们要送我们的爱心去到屏东，咱有遮多，咱现场遮多好朋友来到咱这个所在，啊，搁咱遮所有乡亲哦，较等嘞，哎，咱所有医疗专车有哪讲，咱要去啥物所在甲谈服务，会记得无？等下要去对，好，你啊，你啊，抱歉了，咱拢知影，你拢知，所以这个医疗专车就是要送爱心到我们的偏远地方，安尼绝对有用心无？有啦吼，安尼这蚂蚁叮安尼有厉害无？今天上个专业的啦吼，所以咱高兴来鼓励个。好啦，介绍贵宾多，介绍多，但是吼，咱嘛是对人不正，介绍熟悉些，真有爱心，真专业哈。来，我掌声欢迎，来到你们，咱的馆长，今天先进的馆长。啊，在那边演台，咱的马惠明院长。啊，先请这位介绍必然吼，哎，咱的卫生局曾春梅局长。哎，咱的护理局的朋友来，杨凤荣，哎，医务特助。啊，台大医院呐，台大医院，台大医院，拍手，共姐。好，还有我们钟宏杰主任，小哥。好，啊，再来我们陈冠医院的助理来，米兰。好，再来我们的郑东柱，我们秦处长，秦生秦处长。哎，这些人数是我们的洪天洪处长。阿哥来，我们的罗佑生总，我们的文玲，好，在我们的现场。阿哥来，大家在座所有好朋友来，大家掌声给你鼓励一下，哎。
康对无？哇，加温暖对无？啊，今仔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咱要把咱做平庸的关心关爱，送给平庸，咱来请咱业务单对无？先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吼。先来我们先请我们最专业的吼，先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的。来，我先为咱的业务单位，咱的吴经理、陈总理、陈局长，先给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县长，还有我们马惠明院长，还有陈丰荣英律师，还有我们的钟荣杰周主任，还有代理的台大团队，还有我们的律师事务所，还有足济吼，咱到来的乡亲是多了吼，啊，当然4K 已经嘛，就是咧吼，伫神龙大饭店吼，嘛是咧吼那边吼比较偏乡吼。那大家都知道吼，咱大兰吼，其实在云林比较起来是医疗资源比较充足的地方吼。那所以斗六大概街上的话吼，大概三里多都有一间诊所了吼。啊，北医嘛盖这间，特别是我们台大云林分院在这里吼，大家在就医上就是很方便。啊，毋过长久以来吼，高科超面来诶乡亲吼，就是较欠。
我嘛了解讲，哎、欸，遐也无卫生室，啊嘛无开个嘞吼，病院嘛无药房、卖药局，吼，都拢无吼。啊，所以吼啊，这就是吼咱管理讲，这就是咱广告的这边吼。对啊，咱吼实践这个医疗平权吼，啊，咱就爱去学吼。所以管定上任以后吼，那我们就一直想尽办法，按根吼，这些医疗的部分就是。哦，碍于这个给付的部分，还有的是说，哎，人力的部分哈、哦，那我们很积极的哈、哦，那在今年哈、哦，在我们马院长的一个哈、哦、支持之下，他哈、哦，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号召所有的六家医院哈、哦，啊，愿意对二月开始哦，樱花季开始的上山去做我们的假日哈。哦急救医疗站哈、哦，啊，当然我们马院长也运用他的关系哈、哦，在我们卫福部帮我们做争取的哈、哦，所以这个计划就顺利的通过。那这个也是打开了我们草岭医疗的第一步，踏出了第一步。那接着下来哈、哦，那我们医院上去了以后，哎、欸，他们说啊，他刚刚假日呢，啊，平日怎么办？哈、哦，那所以哈、哦，我们哈、哦、接着下来就是希望平常日子、假日以外，因为超命的人，因感觉讲，我假日我就是要做生意，我可能是我才有闲去去看病，所以巡回医疗这个部分，不过咱的诊所伊就是无法度去哩，哈、哦，因为他通常拢是一个医生尔，哈、哦，他就只有一个医师，他没有办法分身乏术，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也哈。哦拜托台大哈跟成大哈，那现在成大就在上面做巡回医疗哈。那上个礼拜二是我们台大的巡回医疗团队上去，那我们要让他们上去也是哈千辛万苦哈，我们也是要很努力的打破这个医疗哈健保医疗给付的一个障碍哈。它限制只有诊所可以上去，医院不能上去。我们觉得说这个剥夺了我们的哈、哦、民众的就医权，所以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哈、哦、发声哈、哦。那县长也利用各种机会发声。那健保署后来同意我们的医院可以上去，所以从7月1号开始，好、哦，咱大家开始行办。每一个月哈、哦、有一个礼拜二哈、哦、早上跟下午哈拢、哦、有去哩哈操练。哦，啊，咱即马吼，咱高平皇帝就是感动的，讲哦，咱的医疗当上山了。那当然，巡回医疗以外，我们想到的是，除了医疗以外，还有一些预防保健，哦的工作。所以我们又同时，哦，县长的经费支持，我们就在山上有这些哦执行医疗的哈、哦、伙伴们，哈、哦。为我们的草岭村的这些村民做了一些家子的服务，包括预防保健，像今天我们就有疫苗，疫苗的专车也会上去送我们的这个流感疫苗跟 COVID-19 的疫苗送上去，让他们接种的疫苗是保证有效的，不会因为运送过程的温度的不稳定而失效，所以同时我们的疫苗专车也运送疫苗上去。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对于我们这些草岭村的村民，他们的健康要做管理，包括肠道的需求、心理卫生的一个筛检，那这个就是一个加值性的一个服务。那最重要的因为草岭毕竟是比较山区，然后它有些交通还是不方便，所以我们马院长的团队一开始就提出来说，哦，要有这个医疗专车，哈、哦。那有这个医疗专车的时候，刚开始我们想象的是很简单的、啊、哈，8万的大出力啊，没想到越来哈、哦，因为设备的关系越来越多哈、哦。那很感谢哈、哦，刚刚我们主持人也有提到，就是我们这个玉琦的林文姿林董事长跟他的太太廖芳柱总经理哈。哦，他们慷慨解囊哈，让我们这个梦想可以实现。所以我们的行动医疗车，刚刚有记者问我说，哎，之前不是有一个仪式，那是一个捐赠仪式。那我们内部的打造就是今天算是把它 set up 了。那里面会有超音波，还有。
哈。那未来我们还会有这个远距医疗哈的这个部分，然后，那我想我们今天哈就结合我们成大、台大哈，因为我们台大这边再把这个哈跟县长哈把这个医疗车哈让我们大家给他祝福哈，然后让他可以上山，然后加入我们这个巡回医疗哈，我们的天江医疗的一个团队了哈。那这个哈主办这单位在这里哈做一个说明，就是说今天就是这个医疗车正式的加入我们的这个医疗服务的战役，然后那我们希望给他满满的祝福，好，未来在我们的偏乡医疗的部分，他可以协助我们更多，好，这是卫生局的一个报告，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局长了哈。不过我就跟你说，上一次我们是个捐赠的仪式，阿吉那一呢就是正式哈，那他带来十点二十分的时候，咱经过创良村去都收在特别好服务，啊，对吧？那个跟我表讲，咱医生那边市民那边做成什么？多谢大地，大地讲对不？那马英九说啊，广州多谢啥？妈祖闻声救苦，啊恁嘞，恁就菩萨，恁就啥做伙合作，所以大家都我咱社会做较好。啊，所以吼，咱就要请他多谢大地来配话卡，来开公会考员。好，掌声欢迎一下我们台大医院来开玩笑，我们的马惠明院长哈，这是相当文职人员哦。好，谢谢。谢谢，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啦。那个20年前台大医院来这里，只是台湾大学的社会责任，就是要到台湾一个健康不平等的地方，所以那时候是急重难喊嘛，哦。那这几年急重难喊其实越来越稳定，那这个社会或这个渔民还是有健康不平等的地方，所以我们会帮助罕病的这个幼童或者罕病中心，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来做老人的这个群体的这个健康，哦。那有一些是在资源不足的地方，就像潮里，其实张县长跟这个曾局长是我看过最认真的县长，最有行动力的这个哈卫生局长，哦，全国知名啊，他就跟我讲了很久很久，我都已经这样子哦养了很久。那终于在今年促成了，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草岭的这个哈紧急的医疗站，那是全国应该是目前最后一个成立的哈，可是是设备最完善。大概在几个月前，卫福部还特别选了这个地方，由这个卫福部的刘司长啊带领团队来看看这些远距的医疗站有没有在做盘活，就实地做测试哦，做这个设备的检验啊，还有远距医疗的连线哦，就是无挂碍，所以这个部分是做得非常的好。那后来那个局长又在我的耳朵旁边一直讲说哦，我们必须要做巡回医疗哦，那这个其实突破两个重大的难关，第一个当然是医生要能够出去，第二个是法规上的限制哦。当初这个东西是希望让基层的这个我们的头号可以去帮忙，可是基层在这里也不行，是要突破法规。我必须承认，我们曾局长真的是使命必达哦，他要做的事情跟张县长一样，好像那个压路机，让那个。就是一定会过去，那他把这个东西打通以后，我们一定要全力的配合哦，一定要全力的配合。那这是杨丰荣医务特助，还有我们的周主任哈，我派到山上去的医生不是一般的小医生，是我们医院最会看病的医生哦。杨丰荣医生大家就知道，他是这个肾脏科的名医，什么病都会看。而且都找到那种人家看不懂的内科的疾病，所以是本院名医中的名医。那周宏杰主任是全国知名的小儿科的专家，所以我觉得草岭的这些民众非常有幸福，他不用长途的跋涉下来，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名医中的名医，甚至我们在那边最小的一个居民，现在也纳入我们的各管系统哦，所以就是受到这个最好的这个医疗团队。我想这个都是要感谢我们县长和这个局长的这个大爱和促成。那这个车子其实是丰荣提出来的啦哦，那这个丰益善其实必须立即去，那医生上去了以后必须要有一些设备好，哦，那这些设备除了医疗以外，除了远距的照顾以外，还有很多就是保健啦，或预防，那这些的在的需要很多。那也感谢我们在地的运习的这个林董事长和这个善心人士，这样子让我们的这个大爱哈的这个力量可以传播。那更感谢我们成大医院跟我们手把手一起做这件事情。
那大家上个月我们做了这个医学中心的评鉴嘛，哈，我最后一张 slide 的就叫做台大医院这个医学中心哈，是不是加一而是唯一？我不是只是加一家，台湾已经二十几家，其实一点都不缺。哦，我不是只是要再去加一个，我们做的是独一无二的事情。我们在云林，在我们这个张县长，在我们曾局长的带领下，在我们所有的医院和基层合作的这种方式，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一个医疗的桃花源。哦，那很高兴今天我们又可以把这个触角再展现到这个最美丽的这个桃林的地方。那我们台大医院恭逢其盛，那我们一定会使命必达。谢谢大家。
也是跨跨各个领域。好，谢谢哈，就不要掌声一下啊。我们主办单位，喂喂。好，我们主办单位是我们卫生局的曾春美局长哈，带领我们卫生局的所有同仁。那我们马惠明啊院长，还有我们的杨丰荣哈啊，我们的主任啊哈，还有周主任哈。那杨丰荣呢，我大小事都会问他，哎，有任何哈心事没有问他，但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就问他。心事也可以问吗？啊，好，那我们陈芳云议员的郭秘书，还有我们的贤处长及黄处长，还有今天与会所有媒体界的先进，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好，那刚刚听我们曾局长跟马惠明院长，大概知道我们现在在草岭这个偏乡已经有假日的这个急诊医疗了哈。那甚至呢，我们在每一个月当中还会选择一个礼拜二上山去哈，那也就草岭地区虽然没有很多乡亲，但是医疗贫穷哈，我们还是要重视每一个人哈啊这个健康的权利哦，所以我非常感动。云林县呢虽然是医疗资源患不均匀患不足，但是我们尽量要想办法去弥补这个不足的部分了哈，所以我非常感动，因为我们有台大医院做我们的后盾了哈。那当然呢，所有六个分局区都有哈不同的这个区医院来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台大医院呐、啊、承揽所有哈啊这个急症啊重罕哈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那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哈，我最近刚跟卫生局还有消防局去韩国了哈，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台湾是没有加入联合国哈啊，在我们世界卫生组织里面是没有办法哈，也没有办法透过我们这么棒的一个医疗跟保健去全世界跟大家分享啊，甚至我们连啊 WHA 我们成为啊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都没办法。但是我这一次啊非常啊荣幸哈、啊，因为台湾健康城市联盟啊邀请我们一起去哈、啊。那我身为护理人员，我也想啊，除了我当第六届立委的时候，我去争取啊要加入 WHA 这观察员，但是当时也没有成事。那后来呢，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叶金川呐、啊，他就有去啊发表了这些我们台湾的一些医疗哈、啊、跟各方面的篇章跟大家分享。但是现在的国际情势，我们台湾在国际会议上几乎啊没有办法立足，也没有办法跟人家分享，所以这是非常难得哈、哦。我们卫生局啊，我们有两大篇的文章哈、哦，那有一篇呢就是智慧健康乐活城啊、哦，这就是呢在讲我们在整个医疗保健当中如何照顾我们长辈，让我们长辈。在地安养，在地老化，甚至我们长照如何做了哈？我想这很重要。那另外一篇呢？哎，这一篇我们是啊，哦得奖哈，而且我还上台跟世界各国哈一起啊来领奖。我们还是啊在那个篇幅里面，我们得到的是优等奖哈，我们要掌声一下，好不好哈？那另外一篇呢，就是我们得到行政院政府服务奖哈，也就是台大医院卫生局、消防局大家共同合作，我们是。啊，云林县的虚实整合守护者联盟，但是我们这一次去的主题叫什么？叫云林县虚实整合，救人于千钧一发之际。哦，这一篇呢跟大家分享哈、哦，这两篇呢有进入到我们现在哈、哦，我们这次参加的是2024哈、哦，那世界健康国际会议。世界健康联盟的国际会议啊，虽然啊台湾没有站上台，比较慌了，但是呢，我们呢想方设法让自己能够分享我们的经验哈。那当然了，我们还有卫生局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啊卫教跟宣导的担当啊，在那边呢也跟世界各地的人分享哈。我想这个是啊我要跟大家报告的哈。除了我们在做很多，也许国际看不见，但是我们想脚踏实地啊，怎么样守护我们乡亲啊？我们努力在做。那当然。我们哪一边线哈？哎，除了默默在做之外，你知道现在哈，现在的媒体也是要多方报道，才知道大家的努力是什么。所以这几年来，云林县有相对的能见度哈，啊，相对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啊，不只是让台湾看见，也要让国际接轨。所以今年呢，就是我们的国际友谊年哈。那你们知道哈，这个城市也许哈，可能啊，以前呢，台大医院的啊医师要来云林县哈，啊被看到云林县哈，可能会逃脱了哈。
那这个所在这落伍了哈，哎啊这老化了，啊老化了，刻板了哈，保守了哈，甚至呢认为我们这边很无聊、很不好玩，对不对？但是现在哈，我如果告诉各位，我们现在在智慧城市、国际智慧城市 ICF 这个组织当中哦，我们三月份啊，哎，云林县跟屏东跟台东就进入全世界的21名啊，是他的 21哦，台湾有三个县市，但是到六月份的时候，台湾只剩下云林县进入 Top 7了，哦，这要掌声。哎，刚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哈。哎，这个县市竟然有办法跟国际接轨，而且透过智慧科技成为全世界7名内的一个城市，非常不简单哈。那9月4号、5号呢？我们呐、啊，这个 ICF 国际智慧城市这个组织啊，它都啊分配到进入到前7名的，他会去实地参访哈。那天台大医院的表现哈，真的让他们呐、啊。啊，刮目相看哈！爱到消防局也是一样，哎，竟然呐、啊，这两个、啊、医院跟消防局的合作，跟卫生局的合作，可以说是无缝接轨，而且真的是颠覆他们对云林县的一个想象跟观念哈、哦。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有台大医院，我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幸运哈、哦。啊，也感觉到哈、哦，哎，应该是也要感谢张荣卫前县长哈，他、哦、这眼光独到哈、哦，克服种种的困难，他只有一个想法。云林县的乡亲不能缴的健保费啊，哇，要看急诊都没办法，要看病也没办法哈、哦。所以这样20几年来哈、哦，陆陆续续哈、哦、啊，建立了很多很多完整的科系。那甚至呢，现在又是啊，全台湾唯一哦，尤其啊，你从哦南台湾来到我们埔尾，哎，几乎南台湾只有一个台大医院呢，坐落在哪里？就在我们埔尾高铁区的哈，所以它不只是打造南台湾啊，甚至是全台湾的一个唯一啊，所以我真的是要为我们台大医院的喝彩哈，再掌声一下哈。好，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哈，我要说的就是说，现在这个城市已经在改变哈，也在颠覆，所以今年的11月1号到8号，也就是你六月入围全世界7名内的，你就可以去接受这个表扬了哈，所以我要去西班牙的巴塞隆纳哈来接受表扬哈，这个已经把云林县带到一个国际的一个水准跟高度哈。那但是呢，在7名当中呢，还有排序哦，还有排序哦，嘿。
翻转哈。那我想呢，这就是大家共同的结合，产官学医的结合哈。所以台大医院跟我们云林科技大学、福慧科技大学哈，那跟我们县政府的一个结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默契，也非常团结，也知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资源布局这样的一个偏乡该扮演什么角色哈。那所以呢，我想今天与会的哈，都很乐意的哈，上山很乐意的哈，因为他们不计较，因为他一个诊啊哈，以马惠明院长的一个诊啊，大概收入可能我们上好几个月了哈，但是愿意啊，哎，光这个路途有多远啊，对不对？来回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啊，所以如果没有哈这样的一个爱心的话哈，真的很难促成啊。所以台大医院的团队真的是非常棒哈。那我想今天呢非常仓促啊，因为我们卫生局告诉我说，县长要敲你的时间要排到年底啊。然后排到年底，我说怎么会呢？啊，今天的记者会请副县长去开哈，新闻处的记者会请副县长去开。那我们今天赶快哈，所以比较不好意思了哈。那因为等一下我们大礼堂啊，也有我们台北市的同乡会回来捐赠给我们的孩子哈，啊这个啊奖学金了哈，所以我想就比较仓促，就在这个时间哈来跟大家分享。那谢谢我们今天与会所有的好朋友，共同来为我们偏乡来守护他们的健康，谢谢。谢谢县长，谢谢县长客气的哈，努力一定会被看见。好，现在要请县长来一介绍我们的这边，我们准备来检查。现在也恭请我们的马院长、曾局长、我们杨优特助，还有我们周主任。好，来米兰，我们就代表一下我们的这个议员的部分哈，一起来我们这边来，这个来院长的这边，好来啊，局长您来，来局长来，哎这边好来，咱这里内心家属来，我们打开来家说来，主任您这边来，特助您这边来，院长来，来打开来，麻烦县长院长来，请向后转来，内心请红，这里红出手来，我们的贵宾来请先指白手套。OK， 后台，我们的伙伴哦，先来感谢先生刷同奖的哈，谢谢刘林，谢谢。好，哎，这个白先执白手套，先举手来。好，哎，放上我们的白手套。好，来，贵宾来先举证。好，我们请执检哈，来 ，OK， 来，请等一下 ，OK， 来，等一下，来，等一下，来 ，OK， 好来 ，OK， 来，主任来，后台，来，请看点，好来，我们来请旗，来，按旗流行点开，来，先看一下前方，来，我们先微笑一下 ，OK， 来，偏向有爱，一无爱 ，Smile， 看一下前方 ，OK， 笑嘻嘻 ，OK， 来，偏向有爱，一无爱 ，Smile，OK， 龙华话。偏乡有爱，医务无爱，请用正，大家用力剪，咱大家抛下个出力去，就要让我们的行动医疗真正正式启动。来，偏乡有爱，医务无爱，请用正，掌声鼓励一下。来来来，我们一起来，再合影一次，来，看你来了，简单 ，OK， 来 ，OK， 来，我们来，我们一起来，来靠近一点点，来，准，对，慢来，准，对 ，OK， 这已经弄到远哈，对，剪不断，你还要来 ，OK， 但是想要什么，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来看一下前方，来，我们一样啊，嘿，我们手上的剪刀，我们一样用笑容来溶解我们所有，谁敢抢在我们，哎，而且偏向有爱，一五爱 ，Smile。OK， 来，内心想把咱的贵宾来出头，以及咱的这个剑哈，来那个秀男，那我们要准备大合影一下。哎，等一下，我们要跟大合影一下。哎，有，等一下还有大合影一下。我们先发现您，来把我们的白手套跟那个来，我们伙伴一下来先整理一下我们的场地。来，那咱今晚邀请人家进来，来，走过走进来，我们要跟我们县长合影一样。来，进来，大家一起，组长们来，哎，进来阿姊，阿兄来，进来哇，进来，咱大家多点声，多点功，不要管定非常，今晚见习。关东西喽，来，现在麻烦您来，我来阿彪来，后边又来，阿进对了，来，不给，对，阿彪，没有错，来，阿进，阿彪，嘿，好，来，看来他姐，来阿进，阿爷来，可以麻烦您喽，哦，过去了，安尼走看，来，阿彪，来，坐你边遐，来，阿彪正好无，来阿彪遐，系啊，爷，我到遐等啦，系 ，OK， 好，啊。不啦，无你去阿边啊，你去遐遐吼，来，系啊，边啊，来，无紧来 ，OK， 来，哎，美女呢？你去，你哎呀，你一次拿过来，哎，来，OK， 好来 ，OK， 好来，咱，哎。
好，来，我们大家坐好，来，谢谢局长的贴心哦，好 ，OK， 来 ，OK， 来，来，这边就先坐坐安尼，好，来 ，OK， 好，哦，来，来 ，OK， 来，我们有几个伙伴，来 ，OK， 管理来，你想坐，来，闽南请坐哈，来，坐到啊，来，加坐，快点，弄坐坐坐，哎，弄起来坐，来，这边比较好，这边比较好，来，主任，来，阿哥坐两边，来，坐两边。好来，来 ，OK， 好来，哦，安尼是安尼好，好看，来，安那个秘书坐着，好来 ，OK， 来，来秘书坐一下，好，来快点头前嘞，哎，来，来秘书，秘书，小弟，好来快点头前哦，来，咱收两届呀，第一个笑嘻嘻哦嘿，偏向有爱 EUI smile 哦嘿，来，偏向有爱 EUI smile， 后来。再来，余力上场，偏向有爱 EUI 站姐 ，OK， 来，余力上场，偏向有爱 EUI 站。对啊。好，那个台大医院儿乐姐 ，OK， 来，台大医院站。OK， 好来，第二阶段，来，我们还有很多，我们要一起把咱普通关的水，一起把咱的爱送给咱的朋友所在，来每一个好朋友都是咱关掉，一起咱家所有因为完咱所以你该关心的哦。好，来看一下前方哦，嘿，来我们大家一起伙伴，来再一次哦，嘿 ，OK， 来科长来这边看，大家掌声哦，来闭着站着哦，嘿，好，天下有爱一五万，闭着站着嘿，天下有爱一五万，站。好，感恩嘞！管路团的感恩儿队，余力上场，加速前进，并且站起来。余力上场，加速前进，站。好，过来，谢谢台大医院朱明哦，嘿，台大医院，不要坐位，来，院长，把我们这一份爱心给大家，谢谢台大医院朱明。好 ，OK， 好，谢谢大家，来，哎。
来，尤其是在草岭偏乡的地区哦，那我想从七月份开始，我们针对啊草岭的假日急诊医疗，那就已经上山来为大家服务。针对我们的一些观光旅游的乡亲，甚至我们透过行动医疗专车的一个服务，也可以普及到我们观光景点这个地方。那我在这里除了感谢我们啊其我们的玉琦啊，我除了感谢我们玉琦国际集团哈林文智董事长哈啊大力的支持捐赠哈我们医疗偏乡的这个服务专车，那里面的设备也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了哈，也可以把所有的设备都非常的齐全。那当然我也特别感谢我们云林县的六大医院啊，不是台大医院、长大医院，还有慈济长庚及洛色跟北港妈祖医院啊，大家群策群力哦，那透过每一个医师啊到我们山上去服务，甚至除了假日之外哦，每个月的哈这个啊第一个礼拜的星期二哈，那都有一整天的这个服务哦。那不只是啊我们的大人小孩都有不同的这个啊服务的这个整叠哈，来为大家服务。那甚至今天呢，我们特别启动这条医疗专车啊，要上山去服务。那我们除了平常的这个诊疗之外，今天还扩大我们的预防保健，不只是上山为我们乡亲来施打哈啊流感疫苗跟新冠肺炎的这个疫苗哈，那再加上做癌症的筛检哈。那我想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服务偏乡啊，用实际的行动来展现照顾我们所有偏乡的这些乡亲，那展现医疗平权哈啊健保平等的部分哈。我想我们呐啊云林县政府的卫生局跟我们呐所有的医疗院所，尤其是台大医院哈啊极力的支持，我想我在这里用感恩的心来感谢啊所有的医疗院所。这个最英明的县长和最有行动力的局长下，
对我们偏乡的草岭的医疗哦，今年等于说是连射了三支箭，今天是第三支箭。那第一支箭呢，就是在二月的时候呢，我们打造了草岭的假日的医疗站哦，让假日的这些游客和民众都受到保障。第二支箭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卫生局突破了很多这个规章的这个限制，让我们打造了这个巡回医疗，由这个台大医院云林分院和成大的斗六分院都派出精锐的医生哦，到山上去服务民众。那今天呢，就是第三支箭。就是在玉琦国际的这个大绿捐赠下，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这个一个这么这个坚强啊，或者是这个非常精实的这些设备，都能够到这个偏乡去啊，完全的弭平了这个距离、空间和技术上面的这个的障碍啊，真的照顾了这些弱势的民众。那我们台大医院很骄傲是这个环节的一部分，我们也会尽全力去支持大家。我们就要出发往草岭了哈，我们十点半的整来这个摇下来，很贵了哈，要开一下呀哈，还是要开一下 ，OK 好。开一下，很贵不？那拢卡咩话？哎呀，有啦，OK 来。对，我们这里还有个遮雨棚哦，嘿，这个解说，嘿，来，现场你小心一下，来。对，来 ，OK， 好，来，我们跟现场开始 ，OK， 好，掌声鼓励一下。接着我要移心动，哎，不会，哎，所以要用久，哎，一个动态，好，可以用久了，对吧？好，我们把我们其他医生，好来，来准备，来三二一，请开启。左南的医疗上一届朋友，再回来每一个朋友的荣幸好朋友，掌声鼓励一下。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行动整间了哈。我们赶十点半要到草岭哦。OK， 出发了，出发了哈。哎，有。上一次就有讲。有了。有 EKG， 有那个AE 的。还有五二一的。那个啊，那个。先生，你线上来看。好来。他问你线上来，我是哪？李一男，你来看就。我以为我干嘛要上去看？太深了。你代表那个看诊的。
东西是到那边，到才要去做 EKG 送什么？因为在移动的集中会都行，中乡会长也在旁边，他那个乡里乡在那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十点半赶在那边。啊，所以管理顶级的左边一定要定啊，那种 OK， 好 OK， 谢谢。为什么去马岛？对对对，我们来装置一下。那就 OK 了。OK， 好，来，我们准备出发了。帮你们检查过，该有的都有。对对对对对，上海这个 Becky 的 Becky 啊，一点型的就传播这医疗设备都放在手里，因为它是这样变的哈。因为你现在把它拆开，待会还要再把它固定，因为山路。那个，那今晚好，哎 ，OK， 好，谢谢大家了哈。来，我们哎，别再弯起来吧，好 ，Becky， 你别 Becky 啊，赶紧接 Becky 啊。他是正在逃的。我们今天上面拍不出来吧？我看你家里，上面看设备，游戏机，因为我们还好啦，他这个是正常的。哎，那个，不能来下，坐一下啦，坐一下。来，我当病人喽，当病人。来，唐哥。来，我们要请来，伙伴来一下，来那个主任，还有那个特助来跟我们聊天，管就来一分钟，我们那，哎 ，Hello， 我们要出发，现在有即将要给你操练好哎，来，好，我们出发哦，来那个。还有整个那些的那个扩大，我们要怎么样？收银一下，收银一下。哦，在旗杆，来，要正式出发，要去服务我们草岭地区的人。杨天平，我们跟他挥手。这是咱十点半的整啦、啊、吼，所以咱这旗杆准备光去照亮迄个所在吼。那咱来来叫长，啊，刚才有时间话去这个所在，所以给刚才咱今日执勤的我们前瞻医院那边，刚才咱的马会马院长，我们两位杨特助，还有哎、欸，我最尊敬的我们中学郑主任，还有所有的这台大医务团队吼，哎，今天来把我们真的对于南平永和姐的医疗关怀爱哦，我们要送到我们的草岭山上。好，再次跟大家各位的朋友，哎，更感谢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好，谢谢大家，下次见，谢谢米兰。OK， 拜拜。